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叔叔。哇，我们今天来教一首这个林俊杰的《不为谁而作》的歌。哦，这歌蛮帅的啊，有看到？刚刚我弹那个前奏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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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帅了。好，那这怎么弹呢？这个一开始呢，记得夹子有没有？夹子拿来就夹两个，夹上去。你的食指一开始放在第二条第一个，接下来你的小拇指呢放在第三条第四个，有没有？按好了吗？按好了没？我等你啊。哎，不错啊。接下来就是你的无名指哦，你的无名指放在这个 C 的位置，根音 C 的位置，第五条第三个，好了没？哦，你的手要打开呢，知道吗？好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你的右手呢？开始就会有一连串的这种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好神秘的感觉。那这是怎么弹呢？右手就是大拇指，第一下拨一个根音，在第五条。现在你无名指在第一条，所以一起拉起来，有没有？拉二三二，有没有？这是一组，我在说拉二三二。好，接下来第二组没有根音了，所以是。一二三二，一二三二，后面三组都一样，有没有？先练习这个，慢一点，哎，跟着练看，不错哦。好，我们前面练起来，加根音嘛，对，第二加根音，有没有？下一个根音是什么？下一个根音就是一嘛，一嘛。哦，那你一的根音就在第六条，或是你想弹第四条的根音。如果你要弹第四条的话，你的中指要放在第几条？第四条第二个，这个也可以，哦、也蛮好听的啦，都可以。哦、那马叔就懒惰，所以不想按，所以就是第二个根音就是放在第六条空弦上面。好，右手又弹一样的东西，只是根音换了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就是这个眉毛这边动的时候，跟着一起摆。对对对对，啊，这边记得要用好哦。哎、欸，对，没有啦，我们是在教手，不是教眉毛。接下来第三个是 A， 哦 ，A 的根音在第五条，对，有没有？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根音在 F， 所以你的无名指过来第四条第三个，就这四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四个练一下就很帅了哦。好，准备了，我们全部练起来，三、二，哎，正着数一。二，哎，反正数好了，开始。一，对，根音是 A 哦 ，Yeah，F， 开始刷上去。开始不会唱。原谅我。哦，那这个就开始唱了 哦。那开始唱的时候就是刷嘛，刷刷刷刷刷。那这个刷刷怎么弹？刷很简单，就是下这个节奏是第一拍是下，第二拍是下下上，连起来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两拍连起来哦。接下来是第三拍，上下上，最后一拍下下上，全部连起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眉毛跟着动。就这样子哦，准备了。那这个节奏会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唱歌了。哦，跟着唱哦。那你如果不会弹的话，跟马叔叔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帮我唱一下。好，准备了，刷下去。第二拍的时候再唱。原谅我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好的，再来一次。原谅我，哦，加点气音。对，原谅我这一首。气音不要用太多，会咳嗽。不为谁而。做的歌哦，第一个是 C， 第二个是 E minor， 第三个是什么 A minor， 第四个是 F minor， 这四个弦先把它练起来，哦，左手先练会，接下来就是右手，再把它全部交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就会弹到，准备了，再一次。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 A minor， 对。生物，曾经有那一刻，
下一个和弦哦，哦，就是两行都一样的啦。哦，刚刚那个和弦四个，你就弹两次就对了。接下一个和弦是 Dm7， 人哒哒哒哒，开心的聚，哇，的地方的那些住过的，不太会唱。这边有个 G sus four， G 下换 G sus four， 再说下上上下上下去轻，然后再刷下 G， 等一等，就是等。等一下，等一等，然后呼吸停住，瞬间不要有声音，整个场地都很安静，有没有感受到？那个感觉？有吗？哇！这个感觉是看了鬼啊！我不是看了鬼，就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整个停住，有没有？剩下你一个人，哇，很像在那个表演的现场，那个灯 spotlight 有没有打在你的脸上？好了，继续，每天都讲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再来是等一等，然后这边是那个节奏稍微变慢一点点。有没有用这个节奏就好？哦，那这节奏怎么弹呢？就是在跟在第五条，然后你的二跟一条一起拉起来，拉起来以后加食指在第三条，所以是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再说，练会了吗？再说，金灯。灯，加入。梦未如你想要睡。为什么唱那么高，这么厉害？来来往前推。当我捡起的线，噔，累到如你不能追。夜深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人等。然后记得回到什么？回到未来吗？不是，回到前奏。这个前奏要学会哦，前奏的时候才可以帅一下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弹的时候记得闭眼睛。啊，根本不要弹错哦。为什么每次弹完都有救护车的声音？上一首也是。